如果我告诉你，只需一个动作就能改变你整个身体的外观和感觉，你会怎么想？我将向你详细展示五个关键变化，接着在视频最后，我会清楚地说明你大约何时会开始注意到这些变化。壶铃摆动是你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的最佳全身锻炼之一。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原因。与其他仅针对特定肌肉的锻炼方式不同，摆动运动同时调动多个肌肉群，提供了一次全面而有效的锻炼。关于壶铃摆动，有一点很重要，它们不仅能够有效增强力量，还是非常极好的有氧锻炼，兼具了两者的优点。就像将力量训练和有氧运动合二为一的无缝锻炼。很多人认为在做有氧运动时无法增肌，但这并不真实。你不仅仅是在举重，而是在摆动，这使得你的心率在整个锻炼过程中保持提升。这有什么重要性？首先，改善心血管健康可以有效降低心脏病风险，提高耐力，并帮助你更快从其他高强度锻炼中恢复，保持活力。哦，我还提到过这对时间有限的人特别有益吗？你不需要在跑步机上或举重上花费几个小时，你只需抓起一个壶铃，开始摆动，看看你的心率如何飙升，燃烧更多卡路里，并提高耐力。谈到燃烧卡路里，壶铃摆动能在短时间内有效燃烧大量卡路里，你知道吗？研究表明，仅需20分钟，你就可以燃烧多达400卡路里。这相当于以6分钟1英里的速度跑步，但你根本没有在跑。通过调动大肌群并保持心率提升，壶铃摆动让你的身体变成燃脂机器。这种力量与有氧的结合意味着你在锻炼期间和之后都在燃烧卡路里。由于后燃效应，你的身体在完成摆动后仍会继续燃烧卡路里，指的是锻炼后身体恢复到静息状态所需的氧气量和能量。在本视频的后面，我将带你了解如何正确地进行这个动作，因为这项运动不仅仅是手里拿着重量摆动身体。但首先，我们来谈谈肌肉。壶铃摆动是一项以后练为主的运动，意味着它主要针对你身体后面的肌肉，主要目标是你的臀部、腿筋和核心肌群。增强这些肌肉对于提高整体健身水平、日常活动以及身体外观至关重要。臀肌在男性中常常被忽视，但它们对整体功能性健身非常重要。它们确实是你下半身的动力肌肉。强壮的臀肌会提高你的速度、力量和姿势，并能保护你免受下背痛等伤害。你的腿筋肌肉在髋部伸展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，这对跑步、跳跃和整体稳定性至关重要。现在，当你听到人们谈论核心肌肉时，你可能会想到那些六块腹肌，但核心实际上远不止于你的腹肌。它包括你下背部、臀部和骨盆周围的肌肉，这些肌肉为你几乎每一个动作提供平衡和稳定。因此，通过增强核心力量，你会注意到姿势改善和对身体的控制力增强。通过针对这些肌肉，壶铃摆动不仅让你看起来更好，它们实际上也帮助你更好地移动。我们将讨论这个练习如何逆转你目前可能存在的不良姿势和稳定性。但首先，让我们快速了解一下你将获得的力量和力量的好处。这个动作完全是关于从臀部产生力量，这会转化为其他练习，如深蹲、硬拉，甚至跑步和跳跃的更大力量。正如俗话所说，不用就会失去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久坐已成为常态的现代社会，
不幸的是，这种状态导致了不良的身体姿势，背部疼痛和核心肌群的虚弱。壶铃摆动是逆转这些负面影响的最佳锻炼之一。你可能会问，怎么做到？通过专注于你的后练，壶铃摆动有效地迫使你调动那些在坐着时常被忽视的深层肌肉。你知道的，臀部、腿筋和背部。所以，如果你坚持做壶铃摆动，你会看到姿势明显改善。你的肩膀会自然向后拉，胸部会打开，你会站得更挺拔。随着你的姿势固定，你也会开始注意到自己感觉更加稳定。通过在整个运动过程中调动核心肌肉，你为其他所有锻炼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动作建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。无论你是运动员，还是只是想改善平衡和功能性健身的人，壶铃摆动都会让你感觉更稳定和扎实。那么，如何正确进行壶铃摆动呢？首先，站立时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双手握住壶铃。将壶铃放在双腿间，弯曲髋部，保持背部平坦和核心收紧。然后迅速向前摆动你的臀部，将壶铃摆到肩膀高度，然后利用动量将壶铃自然带回下来。如果你在壶铃或健身房附近待过一段时间，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很少有人做得正确。我看到的两个最常见的错误是弓背错误，或用手臂来不正确地举起壶铃。正如我所说，动作应该来自你的臀部而不是上半身。避免这些常见错误将帮助你充分利用这个动作，同时降低受伤的风险。当然，刚开始时这个动作可能会感觉有些不适，但随着身体逐渐适应这个动作，它会变得像第二天性一样自然而然。现在你可能在想，好的，我知道这个动作对我有好处，但我该如何将其融入锻炼计划中？对此，我想说别担心，再过一分钟，我会向你展示一个高效的锻炼计划，旨在帮助你获得最佳效果。我们都过着忙碌的生活，对吧？找到锻炼的时间可能是个挑战。好吧，这就是壶铃摆动的用武之地。这个动作非常高效，能让你在短短几分钟内完成全身的有效锻炼。所以无论你是想在下班后挤出一点时间，还是想最大化在健身房的时间，壶铃摆动都能在不需要数小时投入的情况下提供效果。好的，现在你了解了壶铃摆动的力量，如何将它融入你的日常锻炼中呢？这里有一个简单而有效的锻炼，你可以试试。30秒的壶铃摆动，30秒休息，重复10轮。这个超级快速，非常简单的十分钟锻炼，足以有效提升你的心率，燃烧大量卡路里，全面锻炼全身肌肉。当你对这个动作越来越熟练时，可以增加壶铃的重量或增加轮数以延长锻炼时间。你可以将壶铃摆动与其他体重练习结合，例如深蹲、俯卧撑和弓步，以创造一个有效的全身锻炼。如果你坚持进行壶铃摆动，效果将会非常显著。那么你可以期待获得什么呢？好吧，仅仅几周后，你会注意到力量和耐力的提高，尤其是在臀部、腿筋和核心部位。到一个月时，许多人报告说姿势改善，腰部疼痛减轻，日常活动如爬楼梯或搬运物品的力量增强。至于脂肪减少和肌肉线条，摆动是一个燃烧卡路里的强力工具。每周进行10到15分钟的摆动锻炼3到4次，你可以在2到3个月内期待明显的脂肪减少和瘦肌肉显著增长。最棒的是，壶铃摆动不仅改变你的外貌，还改变你的感觉，让你在日常生活中拥有更多的能量、稳定性和自信。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认为也会受益的朋友。